哇，抽用抽用。他们开，哦，那以后我们都会经常可以充钱门的。老板，这个电量从这边来吧，看那个隔壁很大，这样可以吗？我要怎么穿过去？那这边钻个洞，电线穿过去，应该可以吧？啊。感觉这个，baby，这个整组的，粗的咯，今天开了的屋啊，两个住的。按票选你呢，第一名呢，直接磨掉，因为那个太低了，箭头不太一样，都切掉了。这口子不要用，要用水平。哦，看得住，这样就用水平起来才可以，要的。哦，帅气。很厉害，正面喷多一点。后边迄个较迄个啊，嗯，你嘛较袂调，但是一定要够高，因为伊迄个。过砍砍过就对了。哎，你有烫啥？哎，阿姨，这是镀锌的，是嘛？无差吧？还好。什么？这啊，这嘛是迄个啊，嘛是袂新鲜的吧？哎，几乎不会，对啊，涂料过袂够歹。对啊，嘿啊。又甜高高了，对啊，你修的爱修啊，嗯，找你就是喷一喷，让油就进去，再加点黄油在外面，保养节哈，可以保个至少再待个10年。上面也要，下面这个也是要，啊，顾一下，到时候再黄油裹起来。哇，这很重哎，哇，很重哎，这什么？哪一国的？看一下，PC170。这台商去大陆做的啦。是啊、喔，但无只等级高。大陆制造。大陆啊，像这种嘛，大陆制造。台商去大陆做的。嗯，这看起来不错，常用啊，用见用见。更粗哦。装在里面好了，先锁起来，安全。嘛，袂去弄着创啥？这个送电这啊，这个电动钢这啊，额外，哎呦，这个拉的嘞，可以哦，不错，两个装在里面吧，外拉，是哟，是220转24V 的。啊，哦，白帕斯吗？你阿公当？哦哦，我知啦，白帕斯啦，就是临时无遥控器，也是讲遥控器歹，临时要甲开的时阵，啊，就不是遥控器的问题啦，就是讲你不用停电嘛。嘿，对。特别讲你在手机话，你就是爱有一个动作，互伊拍开嘛。哦，目前就是会使，对啊，OK。目前啊，你是用袂着这项功能啦。OK 啊，下面是遥控，熟悉哦。电机啊，无电，有时候它会错乱。你是讲我遥控器的吗？没有，它的动作会错乱。哦，内底这电池啊，没无电，没无电的啊。嗯，因为以前这个电池它里面没有，它没有电池它就没有记忆，啊，过来没有电池，伊无得辅助伊的。哎，但是你这台无电池嘛哈？现在这个机板本身就有记忆了。哦，就有记忆啊。啊、他会把动作的程式记忆起来。啊，以前这个只要你老公无电梯了，无电，你停电以后再来，他的动作，调整完之后就会顺畅了。可以延后开、延后关都可以，要同步，同步关就不好。哦。
这个先关，可以啊，那可以的，哎呀，刹车。哦，速吸，慢慢开，哦，正好哦，好，再缓冲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关门，全开，嗯，你几个？你几个玩意？不用的，这个是两双开，这是单开，好、哦，运调就这样子，跟以前一样，开、停、关，然、哦、这样子，跟以前一样，这两个边啊，如果比较远的地方可以拉起来，就 OK 了。教学双开，按这个上，这个上，双开，正常程序写那样哈。正常上就是双开，啊下就是单开，但是你遇到有问题的时候，这是特殊的，我们先直接用简单的双开，就是这一颗停下来的时候，好，那这个，那这个是好，开门完毕之后，站一次，按一次的时候它就关了哦，两个一起关，两个一起关。哦，那中途你要临时要开，你就停下来，站一次，好、哦，它就是直接开，这个都是双开双关就对了，哦，这个很简单，就这样子，就按这边，大部分按这两颗就可以了 ，OK， 哦，所以汽车就是开这一个，关这一个，那我们现在关起来，这一个关起来，一样有没有？两个一起动，那个先动。很顺畅，不会什么声音。啊，后面这个在动，这先过去 ，OK。好，看正常的啦哈。那我们现在是机车的，等一下哈。好，机车的话就是开一边是下，这个下，按一次就开一边而已。好，那哦，你认为开的差不多了，你可以自己停，都可以自己停。好，那。出去的时候按这一颗下，我就这样子了，下在这里停了，嗯，好，那我们待会介绍一下，如果说你开车出去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，来注意看哈、哦，来，注意看哦，这个按上上开，中途你想关的时候，临时有旁边有车子干嘛的时候。你随便按一颗都可以，按这一颗也可以停，按这一颗刚按下去不小心按到这一颗，它也会停。停的时候，你再按两颗一样，它就会关起来了。再按这一颗，它一样是变成两边都会关起来。好，这一颗的话比较特殊，就是机车的这个门开跟关，还有两边如果开门的时候，双开的时候，这个按下去它会停，再按一次它会自己关，就这样子啦。不会开，哎，不会开，这生产看会不会开？哦，这边是不会开的哦。哎呦，有可以开哎，可以哎，十一号可以开。我靠！关，可以的。要注意哦，只要门出，要确定是人，要注意看那边有没有车，注意一下。油，加油！哎，不，你不要加油啊！你怎样怎样加油？啊，那对啊，真油一下对了。防水，赞哦。速吸，啊，那个卷卷的是天线。天线就 OK， 水吸的。老板做得不错，那空间防水的。啊，这个是那个遥控器天线。这个门。
哦，这是挡住的咯。看看这个 bypass 动作，就是遥控器坏了，就用这个直接开转，转的时候有没有？这样拉起来，这样拉起来，这样压住之后就可以开了。哦，是这样子的，手动的。哦。进去之后，关起来，锁起来，它没办法打开了，盖起来。OK， 这个到时候放在这边，或是放这边，反正把它藏起来对了，不然就放在我们的下面是遥控的。它做防水的，就这样子啦。这遥控器，遥控天线，让实力控起来，袂歹的，不错了。哦，好，这个钥匙放这边了。现在出位。